Smartica Way 三合一的透热仪，配有透热手柄、按摩手柄以及 EMS 吸附杯。透热手柄频率最高为448千赫兹，具有净化炎症、去除疼痛、激活细胞、提升新陈代谢的作用。这些作用主要通过 RET 和 CET 两种工作头来实现。RET 为电阻性能量传导，穿透深度达9至12厘米，能够达到路径热的效果，主要作用于筋膜、韧带、肌腱和骨组织。CET 为电容性能量传导，穿透深度为3至5厘米，为浅层热，主要作用于脂肪和肌肉组织。两种手柄分别配备20、40、60毫米三种不同尺寸的工作头，能够根据操作部位的面积大小灵活使用。但桌面部提拉时，只能使用黑色的 CET 工作头。透热手柄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配合负极板和射频膏使用。以背部为例，使用前先将负极板放于腹部，然后在背部涂上射频膏。操作推荐分为非热、温热、深热三个阶段，总操作时间45分钟，在操作过程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能量。非热阶段能量设定 10%-20%， 定点操作持续5至10分钟，随后进入温热阶段，能量设定 30%-40%， 缓慢移动手柄持续10分钟，最后进入深热阶段，能量设定 50%-60%，此阶段热感显著，在客户能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缓慢地移动手柄，进行大面积深层次的热量传输，持续20分钟。此外还有4种透热选配手柄，包括双八零手柄、梯形手柄、脚垫以及筋膜刀。双八零手柄在膝盖、手肘、肩膀操作中更加灵活，梯形手柄用于肩颈、手掌、背部，可以同时配合手法。脚底是人体功能的反射区，脚垫能够提供稳定持久的热量，通过脚步逐渐传递至全身，激活细胞，提高新陈代谢。筋膜刀有3种尺寸，大号用于背部，在提供热量的同时，顾客还能够体验到舒适的按压感。中号贴合肩部、手部和腿部，小号则用于穴位。3种筋膜刀共用一条工作线。按摩手柄频率1至16赫兹，能量5至200毫焦，具有松解组织、分解钙化、促进组织再生、去除橘皮、减脂的作用。按摩手柄为智能手柄，配有液晶显示屏，不仅能够实时显示手柄的击打次数和温度，操作者在使用过程中还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，随时在手柄上调节能量和频率。手柄配有7个不同形状的工作头，其中2个黑色的为 ED 专用工作头，不同工作头贴合不同的部位，以达到更好的效果。按摩手柄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配合凝胶使用，以腰部为例，进入操作页面选择身体部位，一共有10个部位可供选择，每选择一个操作部位，在主页面都会有相应的参数推荐，包括工作头、击打次数、频率和能量，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。操作手法主要有3种：定点击打、打圈式击打和平行来回击打。当达到预设击打次数后，手柄会自动停止工作，随后进行散热。EMS 吸附杯具有快速缓解肌肉疼痛和酸痛的作用，在体验完按摩手柄过后，配合 EMS 可以提升效果。一共有4个吸附杯，分为 AB 2组，每组可以同时使用，也可以分开使用。我们选择肩部，在海绵中加入水或功能性药油帮助导入，海绵可消毒，重复利用。将吸附杯按压吸附于肩部，操作页面同样有10个身体部位可供选择，并且有相应的参数推荐，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。时间范围为1至45分钟，能量范围为1至20，频率为1至30赫兹，9种模式可供选择。Smartica Way 三合一透热仪，多功能组合满足多样需求，搭配使用提高效果，高性价比。